一百多年来，张裕可雅白兰地在世界级比赛中屡获大奖，书写了世纪传奇。那么，一款顶级白兰地的高贵基因从何而来呢？都说三分原料，七分种植，我们可以最先从葡萄园中寻找答案。高品质的原料是酿造好酒的基础，它来源于葡萄天赐的禀赋和后天精心的培育。白兰地所独具的忧郁的香气来源于三大方面：葡萄原料的品种香、酒液的蒸馏香和陈酿香。为了蒸馏白兰地的口味更加柔软醇和，用于酿造白兰地的葡萄也需要有独特的风格。它需要有较高的酸度，较高的这个酸的话，它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酯，酯的话就是一些这个风味物质。白兰地的这个葡萄品种的话，第一有那个有加利酿、白羽、格隆白什么的一系列，还有都很多。但是这个白玉泥的话，它这个典型性比较好。白玉泥葡萄原产于欧洲，用它酿制的葡萄酒酸度高，酒精含量低，没有突出和特别的香气，是国际公认的酿造白兰地最好的葡萄品种。1892年，张裕公司将其引入烟台，这里温润的气候与优质的土壤成就了海岸线上优质的白玉泥葡萄园。2012年，张裕公司在位于烟台开发区木子国和工业园的两处葡萄种植基地分别栽种了200亩白玉泥葡萄。种植师谭玉超和李明庆一毕业就参与了两处基地的建设与管理。它的皮儿比较薄，皮儿薄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烟台的这个如果降雨不太合适的情况下会发生这个裂果。我们现在也就是措施的话，第一个就是进行这个实时调控这个土壤中的水分，这是一个滴灌管，可以通过我们的泵房的设备呀，把这个水分啊均匀的滴到这个每一颗葡萄的根部。目前张裕公司在烟台以及宁夏、新疆等地大面积的培育优质葡萄，且已经更新优选了数代，才有了今天不断扩展的白玉泥葡萄基地。随着可雅白兰地品质的不断提升以及市场份额的不断增长，对于高品质白玉泥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2018年，张裕公司决定在莱州朱桥基地新增3000亩白玉泥。莱州朱桥葡萄种植基地建于2012年，是从当地农民手中流转贫瘠土地而来，总面积近10000亩，其中3000亩栽种了白玉泥，而打理这万亩葡园的重任就落在了杨亚超、高宝、张学胜3名种植师的肩上。这基地太大了，摩托车跑废了，汽车也跑废了，这转几圈一天70-80公里。就是我们基本上一人划分了3000亩地，这一片所有人都要管。万亩的葡萄园，10年的时间，3位种植师的辛劳就奉献在这不断轮回的时空里。在专业化、标准化管理的基础上，他们狠抓细节，精准管控。在这干了这个9年，我也把整个基地来发生病虫害的图谱，就每年哪个地方发生什么病害，我把它记录下来，比方说不同的颜色、温度、湿度，达到这种病害发生的条件以后，我们要着重重点去观察。种植师们在经验与科技的结合下，可以让白玉泥受气候的影响越来越小，并实现了持续的稳产和高品质的产出。这不仅为企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也给合作的农户们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他们是负责具体的咱们那个除草啊、打药啊、施肥这个具体的工作，然后是整体的技术不都是我们来对他进行技术指导。白玉泥这个是近几年最理想的一个年份，每亩差不多是700来斤，很开心，年底要杀羊。在2021年中国酿酒葡萄优秀种植师团队的评选中，张裕公司白兰地葡萄种植师团队榜上有名。
种植师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种出好葡萄、酿造出美酒，更在于他们为公司践行绿色低碳、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尽了一份社会责任，贡献了实实在在的力量。传承张裕百年精神，张裕白玉泥，未来可期。